都给齐哈，才能够呢年年办下去啊，年年这么盛大哈、哦。那今年呢很开心，有我们的顺贤宫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哦，办得有声有色哈、哦，场地又给我们这么大规格哈、哦，让大家呢哇有这么棒的这个哇贵宾席，还有呢观众席。真的哈、哦，好像呢进到了这个大巨蛋、小巨蛋在看球赛一样哈、哦，备受礼遇有没有？而且呢，我们就在呢我们顺贤宫啊，天上圣母的庇佑之下，那我们这次的大会呢，昨天就开始了哦。我们要进行到几号？哇，4月10号哈、哦，总共的是9天9夜的时间。昨天的晚上的这个夜间开幕，很多朋友说。好美哦，百万烟火，还有圣母湖的水舞秀，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们闭幕那一天4月10号，顺贤宫马湖尊比啊哈，那起了百万烟火，再加上圣母湖的这个水舞秀，还有明华园的正团的大戏，哇，欢喜酬谢哈，哇。